你们之前就没有发现有任何异样吗？这个舞台之前有没有出过事故？我们在这个舞台上练习过很多次了，没发生过什么事故。那沙月在之前的演出中摔倒过吗？不清楚。 可能有吧。，关于这个视频。你有什么要解释的吗？不是我干的，真的不是我。这上面记录的清清楚楚，要我再给你回放一遍吗？真的不是我干的，是美亚。你在说什么啊？美亚。对。继续说。我只是把舞台上的螺丝拧松了而已，是他说这样会使舞台不稳，我只是。照他说的做了而已，他说这样只是让沙月出个洋相，不会有事的。你在胡说，我没有。这里所有人都知道你们两个不对付，而我一直跟着你啊。我没有，不是我。